1月25日晚，北京电影学院1989级表演班的同学们欢聚一堂，一场同窗聚会将平时退隐江湖的各路大侠们集体召唤出来。原来《还珠格格》里的萧剑，重案六组里的干练女警季洁，以及硬汉哨兵古典美人于飞鸿，他们全都实出同门呢。虽然演艺之路各不相同，戏路风格人各有异，但这27年的同窗之情却是一样的温暖呀。